然是我哦，这边比较凉。我回台湾的第四天，大家有看到我的脸非常的不成比例，正面给你们看，然后笑起来，这也是鲜的，这边是圆的，凸出来，因为我这边我回台湾隔天就马上去拔智齿，拔两颗上跟下，然后现在下的这颗因为是水平智齿很深，所以现在很肿，就已经拔完第三天了，还是很肿很，所以呢就是讲话不太方便。然后这里拔的时候，因为医生帮我的嘴巴搬很大力，我嘴巴太小了，张不开，所以这里脸裂开，就非常的痛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现在就是一个讲话都会含卤蛋，然后刷牙舌头都伸不太出来的一个状态，超级痛的。但是呢，就算再怎么肿呢，我还是要跟我的大学同学见面，因为我们大家真的是很难很难可以大家一起出来，而且重点是我们的香港同学，我们的美雪竟然大费周章从香港飞回来要跟大家见面，所以呢一定要去，真的不能错过的部分。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准备等一下时间到了我就要出发去跟他们见面。我的音乐是不是有点大声？对不起，但是我懒得过去再调了。然后呢，因为前两天就是我们的五四姐生日，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人刚回台湾，然后那天去拔牙齿也没办法跟他见面，所以呢我打算等一下先去买个小蛋糕，买好之后呢就去跟他见面，然后等一下大家聚餐的时候可以顺便帮他补庆生这样子。毕竟我们的五四姐是25岁大寿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毕业之后到现在都没有那么多人，其实也没有到很多人，但是很少有跟吴小姐以外的人见面跟聚在一起。那希望大家今天一整天看到我这个非常臃肿的脸呢，各位呢可以就是亲情见谅，不要嫌弃，这样看应该比较清楚吧。对，这边是这样，这边是这样，这边整个肿起来超痛啊！大家好，哦，很久没有骑摩托车，其实心里还是有点小惧怕。哎，这样看更明显呢，这里肿起来，这里骑摩托车准备出发，那里不好停车。哦，对，在台湾为什么永远都不能美美出行呢？因为骑一个摩托车就会非常的浪费，尤其是下雨天。你看我这刘海是怎么一回事？然后我现在到了，提早到，因为我要先进去请他帮我冰蛋糕，所以呢，在这边定格餐酒馆，没业配哈。因为呢，我真的太提早太哦，太提早太主导了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先去捷运站找这些姐妹们，然后呢，等一下再一起走过来，时间刚刚好，他们都快到了。他在尼姑，尼姑这边，啊，我在里面一直等他，告诉他在尼姑这边。你姑在这里哈，我没有礼貌。小姐，请问一下，是不是在旁边？我看到我这个傻眼。两只香，我们全员到齐了，就差主办人了。Hello， 你不来，谢谢大家。有没有意外发现，今天大家的这个对坐的衣服颜色都很像？对，有，很会配对联谊吗？成功带回家，谢谢。好肥，好肥。哎，头发很少哎，小姐。我把它包裹。啊，那个水果都掉这边没关系哈，就水果派对。对对对。他现在还在厕所，没选了吧？希望接下来的你们25岁的时候可以看到更不一样的。
愿望，许下一个愿望。要先坐下讲，好，开始。第一个就是希望我们都有机会把别人炸回去，对，炸的粉身碎骨那种。好。第二个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因为时间的洪流冲散我们的感情，对，要 keep in touch。就是毕竟大学跟你们玩在一起也三年了。第三个就是放在心里啦。对。耶、yeah! ！谢谢你翻转一下，翻转一下，小心。幸运海滩，幸运海滩。啊，忘记给你带生日帽。对，生日帽带上了。你当是护颈吧？旁边那个水果，哎、欸，很像是哦。我带过一阵子。水果是水果，对啊，就会被你看这个粘胶。头发有点脱，我刚刚摸了一下，应该还好。是我们新雅的25岁生日，希望你可以。早日找到你的爱人，我们吴小姐呢？吴小姐要 forever 幸福，已经有可能，吴小姐每个都情杀。我是还好，我也不要撇清，哎，不要急着离清，我们是一体的，对，我们是雌雄同体。我白富了，我还要见面呢，还要见面呢。请拜耶！耶！怎么样都可以变得尾牙。耶！请拜！一二三，请拜！请耶！那又三了。好，再次一二三，请拜！耶！耶！大家下个月见哦，下个月见哦。大家回家小心。对，明年见，拜拜。好，我第一次上这种车，然后要像爬楼梯一样。Tropical